画面带您看到的是立陶宛的经济暨创新部的政务次长聂刘贤，他率领的访问团在今天上午6:53的时候抵达我们台湾了。他率领官员还有重要的科技企业领袖，展开为期4天的深化双边经贸合作的访问。外交部表示诚挚的欢迎，而这也是台湾去年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，立陶宛首位来访的次长级的经贸官员。而这一次的访问团也将拜会相关的经贸部会，参访关键产业的优势企业，探索双方在经贸投资的领域的合作契机，希望可以迈向互惠互利的永续未来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